ALT 就锁定他，对。OK， 好，一样可以做动作，要习惯。啊，气球来了。你要习惯一下，就是你要盯着那个敌机看，因为你现在变成你没有盯着敌机看以后，你就自己做自己的动作，嗯、那个其实很危险。我从开始玩到现在都一直都是这样。要改观念要改一下。好，我知道。可是那个 ALT 按下去之后，它到底怎么控制？按住以后你的视角就会盯着敌机啊，这时候你要习惯一下，你要习惯一下，我这样还是拍那个，对，一样可以做动作，来，你先对他轻点好了，对他轻点，不要打太凶，了解。我有点搞不清楚 ，ALT 按下去之后，到底飞机往哪边飞？这，我觉得应该是你不要想会往哪边飞，你应该是你要想的是我要怎么样去切到敌人，切到敌人的那个六边。这个往上是很不利的举动。先打。先跳回主画面好，蓝力你跟他讲解一下好。我刚没在看他。不是，先跳回主画面，先跳回主画面。